有个法国的小姐姐想让我修理她的 F1， 我拒绝了。我在这里的时间这么紧张，怎么能因为儿女私情去停留？况且我不太会说法语，这里的骏马真的太多了，有四轮的、三轮的，还有两个轮的，有黄的，有白的，还有蓝色的、绿色的，既可以操纵整车的制作过程，也可以花钱直接开一圈你喜欢的车。准备好了，截图到我的脸，我请你开一圈。当然，在这种世界级的大舞台上，依然有我的骄傲。但我最喜欢的还是1976年的红旗。中国，厉不厉害？你找不到我耳朵。